If you have a connection with a domestic flight, you must go through the immigration procedures, pick up your luggage, and then report to customs. Ya, ya, yo leo, yo leo. Sí. Hola, mini van, ¿me yo? Cinco. 检测司机说他要去缴费，然后就消失了。他们是不是有一种传统是杀价杀太凶的 OK 就会用车子把它锁在里面？终于到了，被翻了！哦，太好了，品超在。哎，有开。隔壁可以吃早餐。我看今天品超有没有在。我们可以吃早餐呢。去 reception 的那男生，我上次说早餐都品超。我们已经 check in 到 Flying Dog， 跟之前一样。然后我们现在有三张餐券，是刚刚楼下管理员给的。可以录。哇，优胜队伍！我现在在录这个餐券的事情非常有意见。你知道刚刚拿那个给我们店的时候，我以为他是要给我们拿来画画的，涂颜色。其实这边吃早餐蛮惬意的。后面都是同一间 backpacker。 我们刚刚全部都跑去睡觉，睡了大概四个小时，超爽。然后我们要吃这家吗？哦，我人那么多，好想吃这家。哇！我们从第一天住就说想吃这一家，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挑战吃这一家。他叫本名的话，假名。假名。我觉得秘鲁南美的果汁很好。嗨。嗨，欢迎来电。今天加了洋葱。哦，喷汁不滴下来。蛮好吃的。他们家最有名的薯条，直接一整个马铃薯下去切。这么大一桶，我怕我吃不完。这就是我打安全牌，就是汉堡加蛋加起司。安全牌，因为我在这边雷坏了，一直点到雷，所以我就打安全牌。看到那个汉堡就直接点汉堡。好厚啊，两块。你要吃一块吗？没有交换。我想交换。交换。但是我味道很够，起司这样炸出来。嗯舒服，太棒了！现在上去继续睡，没有了，没有了，要剪片，没有继续睡。今天在利马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全部都待在 hostel 里面，就是做自己的事情。像我现在就在传档案，然后不要骂我，我又去买了一杯果汁，那家果汁太好喝了。我们打算就是今天晚上还要再去吃一次，然后就是耍烂，就是耍废，然后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因为大家都太累，这几天大家都太累。表哥现在在睡觉。
我发现这次要来南美要带伴手礼回去有点难，因为这边东西很多都是比较高价的毛衣或者是一些很丑的小饰品。我想要在这一次就是因为1000订阅数，我想要就是办个小活动，所以我现在要去买一个小东西，就是谢谢1000订阅数，然后我们办个抽奖。在 Joyce 心目中，秘鲁跟玻利维亚的菜，玻利维亚排名前一跟二。Can I take a picture? Take a photo with us? Yes. Okay. Can you help us? We can take photo ourselves. Thank you. 那你先把它关掉好了。对不起，刚刚中断，因为刚刚那个小姐非常好心的想要帮我们两个拍照，可是我不好意思拒绝她。你刚刚说 Joyce 说什么？ Joyce 说，这秘鲁跟玻利维亚的菜里面前三名，第一名是在 Uyuni 餐厅里面的猪排，反正第三道它竟然是巧克力冰淇淋，因为玻利维亚没有巧克力冰淇淋，没有麦当劳，没有麦当劳，对，所以秘鲁的巧克力冰淇淋上市。要让 Joyce 喜欢一个东西非常非常难，所以我们就听他的话来这边吃，然后真的觉得很好吃，不错。你觉得跟以前全家那时候很红的那个比起来，有差吗？老实说，我对冰淇淋没有太大的兴趣，我纯粹只是来朝圣，到底这个第三名长怎么样？他也太瞧不起其他的菜了吧？就是冰淇淋可以吗？时候我们说我们会回来吃晚餐，我们的确回来吃晚餐，但是我发现他们这边有一个肮脏的小秘密，就是他们的果汁其实没有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纯，都是新鲜水果。对，所以我今天就没有点果汁，他们还会在那边加一些糖啊什么的，让我有点小心碎，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今天晚上的粉丁。刚刚中午点的汉堡，表哥觉得很好吃，所以他今天晚上就买汉堡，然后我这块粉丁点。这个不是派的吧？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有时候都有一种就是时间错乱的感觉，我会觉得我已经在这边待了好像两三个月，可是现在回来才想说，哎，好像才20天而已，不到20天。对啊，现在的心情很复杂，有点开心，有点伤心。要回台湾了，有点就现在心情复杂，很开心我认识这些朋友，很伤心我们要离开，很开心我要回台湾，很伤心是我离开我很喜欢的南美洲。对啊，我看我现在也差不多要睡了，明天真的要很早起来，因为我还有一整天的飞机要坐。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结束，然后我终于有时间跟大家说 cheers。